尺寸加一，好吗？编号颜色尺寸加一。哇，我跟你们说，这版型正常的哦。然后这件牛仔裙它是弹性的，本身穿起来的效果就是要这样子，它是做算是窄裙，然后有弹，它不是说穿起来。然后这个裙子，我觉得你们都不用担心长度，大家都可以穿的，长度很宽。对，然后有分码的哦。那我穿这是 S 号，然后还有附一个双。这个很有质感的双扣腰带，然后拉链跟一颗几颗扣，三颗扣子，然后附一个腰带给你。其实腰带你就算不系也蛮好看的哦，因为它这个裤头就蛮有造型的，没有三个，所以这个是附给你的，然后有弹性，然后它这个是开叉位置的话呢，开得还蛮刚好，就不会太短，也不会太长，然后穿平底鞋就可以了。那这件的话算是高腰的，穿起来就是比较可以遮肉的感觉，这个地方。然后穿个小背心也可以，或者你想要穿宽松 T， 把它塞裤头也很好看。然后后面的话也是有双口袋超好，做不修边的设计，没错，不修边。这样子，版型还蛮显瘦的，而且你想要有翘臀的话，可以买这件哦。这个臀型穿起来也很漂亮。哎，我觉得穿起来很好看。对，就是跟那种宽松牛仔裙的不一样感觉，很有。你也可以搭马甲，我觉得这个搭马甲上衣也很好看。我也觉得还不错。马甲或是刚刚那种微笑 T、宽松 T 搭配都可以哦。穿合身的话，可以穿宽松的也好看，宽松的也可以，好不好？牛仔，这颜色我觉得不会太浅，不会太深，很适中。所以你无论搭白色、粉色、灰色、黄色，错，百搭。加哦，换下一款喽。